我琴晚咧就喺法國巴黎，就和你飛飛到嚟瑞士日內瓦。咁呢度咧就係聯合國喺日內瓦嘅呢個辦公室。咁喺日內瓦咧就有好多國際組織，其中一個重要嘅國際組織咧就係呢個嘅聯合國。我哋睇到呢度咧，就係即係聯合國啦。咁你會睇到咧，就好多嘅唔同國家嘅旗幟啊。咁喺聯合國呢度咧，就開好多嘅會議啦。咁啊，商討即係國際之間唔同嘅問題。咁我哋都求神保守啦，即係因為耶穌基督係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願神都係保守世界有和平、有公義、有良知、有愛心。日內瓦聯合國。